8月17日农历七夕节，霍思燕在微博中分享了一组恩哼大王撩妹撩成功的照片，还拍文涛恩哼大王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，这是属于恩哼的七夕节。照片中的恩哼大王真的超会撩妹，在外国小女孩面前表现出十足功力，向小女孩发出飞吻模式，动作表情都非常可爱。恩哼还顺利地躺在了小女孩的怀中，这七夕节竟然让恩哼撒了狗粮。恩哼与小伙伴们合影，小女孩显得与他很亲密，将身体和头紧紧地贴靠在恩哼身上，撩妹成功。论撩妹功力，恩哼真的很有一套。网友评论道：“恩哼，小泡芙怎么办？恩哼，你忘了大明湖畔的泡芙山竹和奶奶了吗？”据台媒体报道，下二代恩哼是杜江和霍思燕的儿子，个性开朗活泼，又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让他随着爸妈上每个节目都受到关注。13日和妈妈一起现身机场时，被发现已经长高了不少。恩哼13日随着霍思燕现身机场，格子衬衫搭配个大红色的裤子，走路的时候一手牵妈妈，另一手插在口袋里，看起来气势十足。